双手背在背后，快步走入北检。他是神通少动妙华彬，由法警带领下接受北检复讯。他和神通业务处长曾德秀五号晚间都遭到北检约谈，因为台北地检署侦办移民署采购备案时，发现内政部资讯中心主任施明德担任移民署资讯组长期间，涉嫌在他经办的七件采购案中收贿，怀疑移民署与神通、大同、灵王等公司合作的建制自动查验通关系统有弊端，怀疑得标厂商涉嫌利用品质低劣的硬软体设备滥竽充数，导致在使用上频频出包。有人察觉其中有弊端，因此向联检检举，联检将公司相关人员和证人都进行约谈。只是神通少动妙华彬近年来少在媒体上露面，但他其实大有来头。他是名模孙振华的丈夫，曾经留学美日，2013年被踢爆已婚，还和小三通奸生子，不料再度现身媒体时竟然涉及采购弊案，而北检讯后将所有人都请回，后续还会进行追查。